2011年9月26日，坐落在湖北省武汉市金口镇金鸡湖畔的中山舰博物馆迎来了隆重的开馆典礼。在这座外形酷似战舰的博物馆内，中山舰静静地停泊着，无声地诉说着它的百年沉浮，百年沧桑。我复习卫生机是1934年到1938年的10月24号，就是在中山舰上度过的。我们一直对空作战一个多钟头。中山舰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一艘中山舰，半部民国海军史。中山舰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100年，无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于一艘军舰都足够漫长，但要追溯中山舰的航迹，却必须走向更加遥远深邃的历史。公元1840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还把茫茫大海当作与世隔绝、封闭自安的天然屏障。而正是在这一年，为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进而全面开拓海外贸易市场，扩大在华殖民利益，大英帝国海军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组织了4000人的东方远征军，分乘48艘舰船，万里迢迢赶往太平洋西海岸。中英鸦片战争由此爆发。腐败昏庸、外强中干的清王朝第一次尝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海疆告急，海洋这天朝的昔日院墙突然成了蛮夷入寇的坦道通途。中国历史的进程与走向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公元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8月，英法联军自天津大沽口登陆，一路杀进大清帝都。咸丰皇帝丢下他的宫殿和百姓，仓皇出逃。前后5代帝王接力修造的圆明园也被他抛在了身后。这座凝聚了无数财富、智慧与梦想的万园之园，惨遭英法联军的劫掠焚毁，大火3日3夜不息。此后，中国这艘古老的航船也试图艰难地改变航向，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一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求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悄然开始了。公元1888年，清政府建成了实力居世界第7、亚洲第1的北洋舰队。然而，这支舰队并不能把整个中国载向新的世纪。仅仅6年之后，北洋舰队在甲午年那场关乎中日两个民族历史命运的海战中一败涂地。20世纪的太阳就这样升起在
太平洋的西部海域，海浪拍打着漫长的中国海岸，这里几乎已是一片不设防的海岸，任人来去，任人践踏，任人宰割，任人蹂躏。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灾难，无数仁人志士拯救中国历史命运的激切呼喊已经在神州大地内外激荡。1894年11月22日，日军攻陷中国海防重镇旅顺口，开始血腥屠城。仅仅两天后，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就在与故乡相隔万里之遥的檀香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发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呼号。在兴中会的章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合众政府的宗旨，同时策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把救亡与革命的矛头直指腐朽的清政府。这位28岁的青年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奔走国事的岁月中，孙中山先生也曾多次来到日本，到过一个叫长崎的滨海城市。也许连他自己也未曾想到，在长崎造船厂的力神船台上，一艘专为中国而造的700吨级战舰日后将与他结下不解之缘，最终以他的名字命名。当时这艘潜水炮舰叫永丰号。经过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中国海军名舰沉没，将星凋零，当时全国海军只有75艘舰船，其中1000吨以上的只有8艘。经过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王朝危机四伏，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对外的民族危机和对内的政治危机都达到了新的沸点。清王朝也感受到了革命力量掀起的巨浪狂潮，并希望推行新政，逃脱覆灭的命运。1905年12月，清廷派出端方等5位大臣出洋考察，这5位大臣周游了几乎整个世界以后，带回的东西是什么呢？最引人注目的是59只大笼子，这笼子里边装满了世界各地的珍禽异兽，比如鸵鸟、斑马、狮子等等。当然，他们出国考察，回国以后向清廷奏请实行立宪，而这份奏折的实际起草者是谁呢？就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5大臣连上10个奏折，在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中提出设立军部，以兵部练兵处改并，管理全国海陆军事务，分设陆军、海军两局。此时的清王朝更加风雨飘摇，危机四伏。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死去。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入承皇位，年号宣统。他的父亲、
25岁的皇族成员爱新觉罗载沣担任了监国摄政王，成为大清国实际上的掌权人。画面上的这个肥胖慵懒的人是摄政王载沣的六弟贝勒载洵。在新王朝的权力分配中，这位23岁的贵族被任命为筹办海军大臣。而北京城里张自忠路3号就是当年大清国海军衙门所在地。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把整个东方大国的海防重任就交给了载洵这个浑浑噩噩的清朝贵族。1909年8月25日，载洵和萨镇兵出京南下巡阅海防，8月29日抵达上海，9月2日到达浙江象山，9月4日抵福州，经香港、广州、厦门、上海、杭州、江阴、镇江、江宁、田家镇、汉阳，至9月24日返回北京。10月16日，载洵和萨镇兵出访欧洲。这个坐落在福州朱子坊里的小小院落，就是中国近现代海军名宿萨镇兵将军的故居。萨镇兵，字鼎铭，出生于1859年，幼时家境清贫而勤奋好学，11岁考进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天文驾驶，毕业时名列第一名。他是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批留学英国的舰长，也是甲午战争的亲历者。当时有个叫泰莱的外国人在北洋海军中供职，他回忆说，威海卫陷落之时，萨镇兵一度曾想服毒自杀以身殉国，但是萨镇兵最终没有选择用死亡逃避责任，他艰难地站起身，挑起了这个残破国家的海防重任。1910年前后，萨镇兵随载洵一起出国考察，为解决海防危机的燃眉之急，萨镇兵忍辱负重，排除障碍，为中国海军订购了昭和号、应瑞号等一批军舰，其中就包括向日本订造的永字号炮舰2艘。这2艘炮舰，一艘是永祥号，由日本川崎造船所建造，另一艘当时叫永丰号，由三菱公司的长崎造船所建造。这艘军舰就是后来的著名战舰中山舰。1910年，日本虽然仅有600来辆汽车，但它的造船厂却已能建造1万吨级战舰了。中国海军不但没能再度拥有那雄视亚洲的7000吨级铁甲舰，
而且连700吨级的炮舰都造不出来，以致不得不重新来到日本长崎求助于自己的对手。造船合同签订的1910年，也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太平年。一年后，大清王朝的丧钟终于敲响，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一举结束了长达268年的清王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就此得到根本的改变。当两艘永字号军舰还在日本的船坞里等待回国的时候，袁世凯已不择手段地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派他的亲信刘冠雄担任了中华民国海军总长。当刘冠雄委任海军上校李国奇、郑珍能为监造委员，前往日本去接收那两艘永字号战舰时，两艘军舰已经在日本等了半年之久。当年清政府在日本订购两艘炮舰，一艘是永丰号，一艘是永祥号，每艘炮舰的价格是68万日元，按照当年的比价呢，大约相当于68万中国银元。那么付款方式是按照分期付款，分五期付款。那么在清政府垮台之前，已经付清前三批船款，每艘呢是34万日元。那么还余下34万日元，要分成第四批、第五批缴付。然而，为海军建造军舰的这区区68万日元，中国政府却硬是拿不出来。最后，李国奇只得代表中国采取打欠条的方式，向日本方面承诺，以一年为期支付欠款和6.5%的年利，然后又支付了当年利息6660日元。和8100日元的回航经费，总算是给永丰舰讨到了一张返乡证。这张发黄的纸片，是一张1912年的日本三菱长崎造船所年报，这上面清晰地写着，本所收取了将此舰驶送上海的8100日元的费用之后，派出工地顾问任航行委员长，小林船长任舰长，北川技师任轮机长，以及多名船员，1913年1月11日上午起航，15日下午到达吴淞，20日正式交付此舰。1913年1月20日，永丰舰总算艰难地回到了祖国，升起了中华民国海军的军旗。当时的海军总司令部拟定永丰舰列编为海军的第一舰队，共设官兵将役104名，每月额支粮饷公费1850两，然后委任海军少校林廷亮为永丰舰的第一任舰长。永丰舰终于艰难地回家了，但就像这载负着整个中华民族耻辱与期望的艰难回航一样，
等待永丰舰的将是什么样的历史命运呢？